在这儿我要祝小朋友们聪明如同辽小虎，男同志们勇猛如同下山虎，老同志们稳当如同林中虎，女同志们美丽如同谁说母老虎啊你这。我跟你说，关键问题咱可不能虎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祝大伙儿虎年大吉。哎呀，你们这个状态太好了呀，我现在没事啊就爱拍个抖音，像你们这状态就得拍一条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抖音啊有这新年的特效道具，拍啥都好玩，而且集这年味卡还能分奇异呢。我跟你说，大家都拍，你看这就上去了。想你们玩吧，我后头看看我那吊炉饼去。哎，你好，尊敬的张阿姨。非常高兴的通知您，您已经成为我们月球之旅的尊享用户。喂，老刘头吗？3分钟之内啊，再不给我打钱，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。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。瞄准你家的导弹，现在已经排列成堆。科技板块信大葱，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。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，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。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，火箭升空还缺一吨柴油。你别在这儿跟我俩魔掌擦球啊！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，马上汇款5000元。来，哎哎哎，给我挂了，来，给我挂了。不是你瞅啥呀？哎，我瞅你咋的？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，能不能离我远点啊？客户都给我干黄了。你别跟我俩勾巴的啊！你不是怎么的？哎呦，这把你厉害的，还拿导弹，还炸这个炸那个的。你玩斗地主，你摸过炸吗？你呀，你编那玩意儿谁信呢？你编那玩意儿好，看什么玩意儿？火箭升空缺一吨柴油，你有点常识行不啊？啊，那玩意儿烧汽油。加95号以下的根本点不着火。你可别跟我俩大呼的了啊，小绿豆营啊！我告诉你，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，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。有没有经验啊？遛没遛过狗啊？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。不是你跟我俩嗡嗡的你？我就跟你俩嗡了嗡了咋的？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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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嗡了响嗡了响嗡了响嗡嗡。味儿有点大。你离我这么老近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是有胆的话，你就碰我一下，我立马我说躺地上，我就提辆新车，你信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都不用碰，我就自个儿躺下。明天楼都不买，直接提躺。哎呦妈！我现在我啥事你信不信？哎，我马上我就进 ICU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天8万。我告诉你，我讹不死你，信不信？你别可以把你扯远现在啊！停。孩子们呐，大爷开个店不容易啊，你们要这样，要不我也躺下呀。看着没，老头来把你救了，我就给大爷个面子，我就放过你一马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老头啊啊，点菜啊，点饭。哎，那个先给我点，先给我点，先点我，先点我，你俩是鞭炮啊？先点谁的？咋的？一个窜天猴，一个大摔炮呗？干啥呀？这玩意儿吃什么？你们都说不就完了吗？给我来5斤烤全羊，给我来半拉佛跳墙。你俩给我滚！我这早餐店只有吊炉饼和鸡蛋糕。啊，来碗鸡蛋糕，同款。行，2碗鸡蛋糕，你们俩扫码结款。瞅啥呀？没听着大爷说话拿话点你呢，扫码结账啊，买单呢。咱俩有这么大过吗？要不就 AA 啊，那就 AA 呗，那就还是我还有1块钱，这不就够买一碗的吗？咱俩来喝一碗得了呗。来2碗鸡蛋糕。大爷啊，嗯，退一碗。对，不是你俩人咋吃1碗鸡蛋糕啊？拿俩吸管。那，哎呀，你俩跑这儿作来了呀？
行，俩人吃一碗鸡蛋糕就别占我俩桌了，合一桌吧，你们家。哎哎，好嘞，哎。哎呀，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兄弟啊，要我说呢，咱俩也别互相埋汰了啊，咱俩现在这叫难兄难弟，是吧？老弟，你要这么跟我唠，我能尊你一声大哥。你这句大哥叫得我心挺暖呐，但是你没赶上大哥好时候。想当年一兜鸡蛋我都能忽悠来20万，现在啊两毛钱都添不来，还得搭点。你唠这嗑就像老弟以前咔了似的。老弟以前只要逮着个老太太，电话打过去，我就说儿子被绑架，50万立马进账。现在我再给老太太打电话，都主动跟我叫号，告诉我撕票。不是，你说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？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、啊！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。太难了，现在真是太难了。行啊，还剩个底儿啊，咱俩干了吧。那就都个高的呗，杯中高，来吧。啊，垫了个底。哇。哎，儿子，哎呀，你说过个年给我买年货，你至于给我打50000块钱吗？那也太多了呀。哎，正好啊，一会儿你来一趟，我呀给我的好大孙儿买了点马瑞奶粉啊，正经的辉山好奶粉，哈哈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人家这个奶粉啊说的老好了啊，乳汁浓厚，蛋白质含量3.8%，所以让我大孙儿啊喝这个辉山的马瑞好奶粉，绝对明年长大个儿啊！啊，行行行啊，那个钱儿我就收了啊，谢谢我好大儿啊！嘿嘿，哎呀，哎哎，听没听着？听着了，喝马瑞长大个儿吗？我说前半句，他儿子给他打50000块钱，听没听着？听着了。兄弟，我决定这样啊，咱俩今天打破一下行业壁垒。以前咱们都是单打独斗，今天咱俩来一个珠联璧合，咱电诈改地诈，咱俩合作一把，咋样？线上变线下，盘子，盘子。这个大哥，哎，啊，咋的？这趟浑水，老弟先替你先趟趟。对待这种老头必须武力解决他。哦，你擅长这个。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行业战士。好嘞，干。老陈，首领，咋的了？往这儿来，你给我精神站直溜的。干啥呀？刚才进屋吧，忘报号了。嗯，鄙人沈阳市派出所张局。你这屋刚才我扫了一眼啊，就是卫生方面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啊，就是如果是正常罚你，那就得个10万8万的。哎呦，今天我来了，大过年的，给你打个5折，5万块钱吧。哎，这个我问一下啊，就是我这个店卫生不合格，你代表消防罚我，你觉得合适吗，张局？我联合执法，你联合那个人儿呢？你还有啥疑问呢？这要搞我以前脾气啊，现在我就一个左边腿，我给你飞碗架子里去，你信不？我打你属于执法，你要敢碰我，滚一边子去吧！你了不得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没揣枪把你救了。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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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生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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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弟啊，哥看出来了，你的确是个战士，但是收拾这种老头啊，咱还得是软的，你就看你哥我法师的吧。你乖的，跑，滚，站住！不是你又咋的？你又咋的？站这儿别废话，干啥？哎，我为什么就打眼一看你，我就有一种就双膝酸软，就想下跪的感觉呢？你看这孩子他是懂事儿的，有礼貌啊！你哎，不对，哎呀。哎呀，我看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。哎呀，你拉倒吧，我开个小早餐店，卖个吊炉饼鸡蛋糕，我还企业家了，我这哪企业去？哎呦，大爷啊，此话差矣。咋的？
小小的鸡蛋糕不起眼儿、但是也能撬动金融小杠杆儿、别看这个店现在小了点儿、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完全体。最后这句好像没在点儿啊，完全体儿。对喽哎，小伙子，你到底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这家店还能进化。哎呀，你这解释完我更蒙圈了，这到底想说啥？我告诉你啊，大爷，在我踏进这家店的第一步，我就看到了一幅宏伟的商业蓝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。给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富学教授许法师啊，不，许大师，听懂掌声。拍掌声子，怎么着？你拍掌声子，你别逼我拘你。听明白了、那你接着说，大法师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假如说你要是有5万块钱的话，就咱就假如，你买不了车，你也买不了房，旅游你都出不了咱大沈阳，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分分钟我就能把它翻1000倍、10000倍，听懂掌声。拍下去。那个抱孩子这个妇女啊，上把你就没拍，这把把孩子给我放旁边，给我拍两下子。哎呀，这大师 干啥假如啊？我有5万块钱呢，我完了啊！一个崭新的亿万富翁即将诞生。咋的？我是孵出来的，我还诞生？不用孵你，我就扶你一把，你就成了啊！你这5万块钱 你就买我的那个财经课，你就按照我里边那个规划，你就一步一步走啊！第一步呢，一年之内，咱先在全国开它999家加盟店，每一家加盟店你收它49998块钱，一年下来你能挣多少钱？你算账，抱孩子妇女，我让算账。算账啊！我算账啊！算账，一家是49888，是多999家，就是你说你抽个整数是把你累死是咋的？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我告诉你啊，大爷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，我可就把这个机会告诉我那个会做手抓饼的二大爷喽。哎呀，孩子，你为啥现在不告诉你二大爷呢？因为他曾经背叛过我啊！但即使他背叛过我啊，在他临走的时候，我还是给了他100万，这就叫格局。背叛我的人，我给他100万；跟随我的人，我让他挣1亿。听懂？这别掌声了啊！我听明白了，赶紧，我要买你的课，结账，快来，听明白了，扫码就行啊！来，扫码，打断一下，干啥？那个插个蝎子，大爷来，咱们这边来。刚才那个许大法师跟你说的这个致富之路，是不是听明白了？对呀，我都掌声了吗？连锁店咱们是不是想干？必须干，把锁钱交一下。啥玩意儿？啥锁钱呀？你连锁店能没锁吗？你没锁那就剩连店了。你连电要引起那个电火，到时我还得联合消防，我还得乖你。那这怎么还要乖我呢？大爷，那个课间休息一下啊。你跟我俩扯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小土球子啊！你给我撒开！你长得跟大扁担沟似的。不是，人家5万块钱马上我到账了，你跟我这扯啥呢？哎呀，你能骗了老头，你能骗了我呀？咋的？5万块钱进你肚，你还能奔出吐？一碗鸡蛋糕子都跟我抢冒烟了。老弟呀、今天就让你见一见哥的格局啊！大爷5万块钱到了我的卡里边之后，咱哥俩一人一半，我给你转1万。这还差什么玩意儿？你是真拿我当傻子呢吗？49888那玩意儿我扒拉不明白，5万的一半是10000，那是15000。哥给你20000，卖卖力气好好干，欧不？哼。看中我这才华了是吧？你太优秀了，宝贝儿，我必须比你多，我爱死你了呀！到底咋的啊？大爷，我俩商量明白了，没毛病，的确是有锁钱。连锁店吗？没锁怎么连？那得交，那得交。对对对，咋交？这样，你给他的卡里边打20000，剩下其他的钱打给我，完事儿。哎，为啥我给他20000呢？我俩一人一半。5万的一半是20000呢，我多管他要5000，你有啥问题呀？没问题了。哎呀，他优秀啊！你们这
那个投资项目是太好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大师啊，我现在就合计啊，你说这么好的项目，我是不是应该追加一点投资？小弟，你说什么？我这寻思吧，我再拿出5万，给你们10万，你看咋样？哎，那边那啥玩意儿？那是谁呀？不行了，我没钱了，赶紧你上把那10万块钱全给我捆住，快！那个没人呢、大爷，咋的？借一步说话。哎。刚才没听错的话，说还要投5万，对，再拿5万，总共10万。这真是人老奸，马老滑呀！整点钱全你挣去了啊？咋的不让投啊？让！对对对，你要这么整，那亿万身价都挡不住啊！啊，那就是那个福布斯他都得服死你啊！哎呀，但是大爷，这该咋是咋的啊、哎！虽然是咱们这个钱财上来了，是，但是总感觉这个气质有点没跟上啊。我不是，我这气质咋的了？我就是平时都出席什么场所？那平时没事我就去劳动公园。那个都干啥去呢？就看看点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进去锻炼一下，跳跳舞啥的。你看着没？刚才那一看点儿、那就不对。这看点儿咋的了？亿万富翁能这么看吗？他得这样啊，咔咔，哇，哎呦，张局。这咔咔丝纹，这咋的了？这亿万身价戴那个表，那可不是上电池的哦，这两下是上劲儿，啪啪、这是给别人看，给别人看完了回来啪自个搂烟哦，还是反着搂，彰显财力嘛。哎呀，这是不一样啊，这个就是平常看人都怎么看？看人不这哼哼，绝对不能平视，你就找那种就是睡觉睡落枕了，落枕脖子不得劲儿。完了就嘎啦就扭过来了，眼睛里边透着杀气，就贼着他。明白了。到时候我就用这招，然后呢，我就到这个老公。来，你回来，我就盯着。停！刚才你走这两步道，把我刚才教你那俩都给我破了。那怎么了？我走道？那亿万身价还能这么走道？太歪了，活不起了啊！这是亿万身价了啊！百万身价走内八，千万身价走外八，亿万身价十字花。啥叫十字花？就是你都亿万身价了啊，都压这两条腿上了。你想想，左腿不服右腿，右腿也不可能惯着左腿，他俩都争着抢着往出迈，第一步就是得干起来，俩腿得打起来。对，哦，那个大爷，这个举止方面我教的就差不多了。明白。那个我词儿穷了，言谈归你了。言接下来是言谈。哎，问一下大爷，你平常现在怎么卖早餐？就是顾客啊，你是吃吊炉饼啊，还是吃鸡蛋糕啊？错了，太卑微。咋的呀？你都亿万身家了，还差他这几碗鸡蛋糕，还差剩他这几个钢蹦吧？那是不差了。你得喝他。鸡蛋糕，吊炉饼，我干了。大师啊，走啊，你啊，那个许大师的言谈你也会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张局那个举止你也会了。是是是，现在你把它给我合起来揉一块儿去，黑喽，提前感受一下亿万身价给你带来的光环。行了，大哥，完了我哥俩配合你一下啊，我内八，我外八，你十字花，十字花。行，那我今天就感受一下啥叫亿万富翁啊。好，我给你放段小音乐啊，来，三二一，走，把我的包来夹上啊，夹上。谁？我儿子，我儿子。哦，自己人。行，儿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来，我给你引荐一下咱家的两位恩人呐。这位就是带着咱家干连锁店的许大师，这位就是咱们沈阳派出所张局，这位是我儿子，
他就是一个人民警察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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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电信诈骗，你放几点？我说，把后半夜漫了，咱俩是不是得回去开例会呢？这走了得。你看我立不立你就完了。对对，我走外八啊，我。站住！都给我回来！挺急的。站好了。哦，包落这了。姓名。叫张局就行。我问你姓名。许君聪。你叫我名干啥呀？我不行，保护一下我自个儿吗？你妈呀，我还掩护我自己呢。我叫张浩。小死人啊！哎，你个小阴货，缺德带冒烟啊！哎呦，行了，臭不要脸的你，都别演了。你叫张浩，你叫许君聪，你们二位，我们专案组已经定了很久了。但是我就有一点没弄明白啊，电信诈骗改上门服务了。嘿，我跟你说儿子，今天啊他俩一来咱家，我一眼就瞅着就是电信诈骗那俩小子，但还挺好玩，教会我一十字花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现在变了，停。哎，说漏了啊，老头儿，我俩一进屋你认出来了。对了，你罪儿更大。嗯，你这属于骗诈骗的。哎，带走，我们都一伙的。哎呦，不偏了。对对对，超过三个人算团伙啊。那没他，跟你爹没关系，就我俩。看来你俩现在还不明白情况，那我就给你们普普法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现在明白了？门清。你俩不是喜欢连锁吗？嗯，跟我回所里连续走。带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快点来，你穿个貂跟黑耗子似的，你个矮，你先出溜，快点来，一起走。我这先出溜吧，你。